我是陈玉华，啊，我有那个三个囡仔，把孩子都养大，教养得很好，也很认真做工，志工工作很认真。李冠先生吼，介早吼就被忘记啊，哦啊，不是我们很优秀啦，我们只是尽力而已。感谢我们的里长，感谢我的朋友，感谢我们的国家。